学的发展，从早期原住民、荷兰、民政、清理、日治、战后、世代更迭、族群交融，累积大量文学作品，孕育出丰厚多元的内涵，为因历史与政治之倾轧，诸多文学书册与相关史料随时流失，散别各处，殊为可惜。未能有系统搜集、保存、研究这些珍贵的文学资产，文化界人士极力奔走呼吁，希望成立专责机构担负此任。是书籍本身，更是进步思想与言论的自由。从日治时期到解严前后，台湾人民历经数十年的思想与言论管制，无论是殖民统治或戒严体制，当权者利用查禁制度决定一本书的命运，表面上是为了禁止有毒思想的传播，实际上是为了方便控制人民以巩固政权。在威权统治下，各种异地之声被消音，人民的自由受压抑，然而在集权的统治也关不住自由的思想。本展览与文坛封锁中回复，引领大众共感一次定生死的肃杀时代，从而体验今日自由民主的可贵价值。